GPT Win 4原生横屏有什么用？ GPT Win 4这次使用的是一块6英寸的原生横屏。所谓的原生横屏，就是屏幕本来就是16:9横屏的，不需要通过系统设置后期调整。原生横屏的好处就是优化了玩老游戏时的半屏半，喜欢玩老游戏的 GPT 玩家都了解，因为一些历史悠久的老游戏和 Windows 新系统的兼容性的问题，导致了诸如《冰封王座3》《暗黑2》等一些老游戏运行时画面产生半。虽然通过第三方软件可以解决，但是毕竟不方便。 GPT Win 4现在的原生横屏进入各种老游戏可以直接运行，不再需要折腾设置，而且还支持40赫兹刷新率。